王莲上的公主。香香，听说你们看到了一种特别的莲叶哦。对呀、啊，有这么大，貔貅都拍下来了。这是什么？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那不是真的。哎呀！孩子们，这叫大王莲。大王莲，你们看，圆圆的，像个大盘子，旁边有竖起来的边，水进不去哦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和香香都站上去了。那是因为它背后有好多小气泡，提供浮力哦。哇，这么好玩，让我试试。嘿嘿，哎，哎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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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啊，求求你们带我去看真的大王莲。哦，好的。啊！咦？咦？哦？哦？呼？呼？啊！哈哈！咦？咦？哎呀呀呀！咦？咦？哎？快过来！过来呀、啊！哎，哎，我来喽！哎，哎，别过来！不行，不行！两个人太重了！小心！啊！贝壳做的项链是小天鹅的吗？小天鹅怎么会有项链呢？我们坐在这儿等等吧，如果是小天鹅的，他一定会回来拿的。啊，等那都没意思啊。好好，你要有耐心。我困了。香香，我也困了。小小鲁班，我们就再等一会儿会儿吧。要有耐心才行啊。毛毛，你见过这串项链吗？是那个小天鹅的，它在这里跳过舞。你好，小天鹅，我叫小雨。小小鲁班，好好，快醒醒！啊！你们好，我们找到会跳舞的小雨啦！啊！耶，好棒！好棒！香香和小雨能够成为好朋友吗？明天见。